你说这个医院666层，如果在665层错的话，会不会从第零层开始？应该没怎么下不搞得惩罚就不要了。没事没事，好下一层走。啊哦，没事没事，向上走 ，going up， 是否会正确的第10层？我们真的要玩666层吗？哎啊，第零啊，不错啊。啊！有什么没发现？哪里有一层啊？这一下错对到，每玩个10层，然后下期再玩，每期玩10层，60期。组长继续往下看，可恶！哦，对哦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存。有意思吗？你谁？我是。等下你们是谁？等一下有，哎呀没有蹲的，那怎么是谁？看不见 ID 呀？怎么都一样的呀？啊哦，我站这个咖啡机这边，我是老狂，我站咖啡机这。我站电梯里。我站椅子这边，我是 DK。那我站在门这边。好，那个坐病床的是谁的哟？哎，那边还有另外一个哎。他是谁的？那个是他是谁？谁呀？他谁？谁呀？他应该是病人吧？Hospital 666，我们要进入这个医院666层，然后还要找不同，深入这家医院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第一层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异常的，就是先记住这里的场景。对 ，OK， 对对对，我们先记住一下，第一层应该不会有吧？有椅子三张，我负责记椅子的数量。好，我看垃圾桶，我负责记，我计划。来来来，我们需要一个领导。这里有领导，这交给他吧。这位，你看这位从这边走。Hello， 领导，跟我们说话。他怎么不说话呀？他有眼睛。他哑巴，跟我们长得也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是五胞胎哦，我们有眼睛吗？哦，都被帽子盖住了。你看我抬头能看到我的吗？我能看到我的鼻孔。我们看不到抬头，好像没有抬头动作。我看不到抬头啊！哇，你帽子遮了。看看有没有什么。对对对，先记忆。五月、六月、七月日历，然后画是这样啊。应该不会有五月、六月，然后这里东西变了吧？应该不太会有太细小的东西。那个垃圾桶，说不定哦，说不定、哦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？你看这里有一盆植物，里面的叶子少了一片。这也太细了吧！太细了，应该不可能这么阴吧？说不定会被打吧？哎，这边有两个灭火器，这个蛮特别的。是吧？上面应该写了一个出口贴在这里。OK， 两个出口。好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没有？好 ，OK， 记住了。Easy，Easy。OK，Easy，Easy。走，我已经忘记了。Let's go， 往上。我们按向上，对，向上。Going up。对，应该向上。要开始喽，各位。Going up。游戏要正式开始了。000到第一层了。001。哎。哦，全是001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是反着来吗？哎，对了，我们是反着来吧？如果有异常，要怎么发现异常？可以吧？哦，两边电梯都可以的。哦，那我们为了方便记忆的话，走哪边比较好啊？啊，直接不然就镜像了，我感觉。对，两边都可以上去。但我们有检查过吗？难道还能兵分两路不？你说这个医院666层，如果在665层错的话，会不会从第零层开始？应该没怎么下不搞的惩罚就不要了。我感觉应该没有什么异常现象吧？你没有看到吗？没有，我看起来垃圾桶的数量还正常，都一样没有少什么。你们有记得时钟是几点吗？哦，对哦，几点钟？好像是这个点钟没错吧？我记得，没错吧？试试看，下一层。好 ，Let's go， 直接关向上，应该没有错的话就向上走。哎，啊错啊哦啊什么？没有。应该同时按了吧？不小心同时按了，估计。哦，要同时。看看上面数字是不是2？啊，有哦。第二层。有了。第二层。时钟也没变。哎，我怎么卡住了？哎呦哎，
谁在打架？输点的不要打架，这可以撞，这可以撞人，还可以可以打架啊！碰碰车来对撞，哎，这到底是什么烂功能？这个烂功能，推到墙角里啊！来，这谁啊？哎，你们打我可以可以灵魂出窍的哦？啊？怎么怎么出窍？来，站在这个地方，站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被打，可以灵魂出窍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好好好，一起打！来来来来来，哎哎哎！哎，好像啊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往下看，我往下看，哦哦，我的第三人称的摄像机有点问题啊，对呀、啊，笑死，这一层看起来画好像也都，哦，没事，正常正常，看起来，他如果有异常要怎么发现呢？五月、六月、七月，嗯，对哦，没事没事，相信我们直觉，没错没错，他弄了666层，肯定没有这么简单。哎，我电梯不能打你们出去哦，可恶！哦，电梯你就不能进，就不能到欧了，可恶！你们要去另外一边、哎、哦？啊，兵分两路试试吧。去另外一边，可以可以。那就向上走。哎，打电、啊、上不去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不行，按不了，必须在一个电梯里才可以。必须一个那个。加油加油！把你把你打出去。看谁的力量更大。Sorry， 他有666层，应该不会有那么细小的变化吧？估计是大型的。应该是。哎呦，333，你看，没错，003，003喽！吓我一跳！哎，这个变了，这个变了，这个出口变了！哎哎，这个会动，看这个动，看这个动，哎，这个会动。哦，然后怎么办？哦，很神奇哦，小人会有动画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他在讲规则，我看一下啊。左边也有规则啊。如果发生异常，请哦，请上面那个按钮吗？哎。哎，等一下，是什么意思？卡重新这个按钮吗？如果发现异常，应该是按第一个一的那个橘色的。你看，就说，就是如果有异常，就按现在的电梯；如果没有异常，去对面的电梯，按向上走。现在是如果有的话，就按就是在当前的电梯按这个向上走。所以我们还要记得原本的我们从哪边出来，就是现在从这个地方出来吧。所以现在是有异常，不会吧？应该就是这个电梯吧。哦，现在有异常，应该就待在这个地方。哦，待原本，待原本，然后向上走。哦、我以为是，我以为是对面那个最初始的。应该我们是哪里开门哪里算当前吧？最好是这样。应该变四。哦，变四了啊！哦，人没有消失，这个也没有变。原来是这样。OK。画也正常。画的话也没事。啊，这个哎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这边。哎哎哎！那边前面门开了，前面门开了，前面门开了，那往回走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！就开了，我靠，又开了又开了又开了！我靠！哎，这边也开了，放开哦，咱们后面，哎，后面，哎呦，要直接撤吧！一人占一个门，一人占一个门，我就全护的，那边会怎么样？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吗？那边那边那边，再换那一边。哦哦好，啊不对，我正在跑的是我。关掉！哎，啊，完了完了，旁边不够，不够不够不够，不行，我们需要找更多的，得六个人才行。OK OK， 原本来来来来，走，等等我，我这门后千万不要出来什么东西哦。有鬼出来了，快跑！快点快点快点！没有，鬼在你背后，把我挤了去！吓死我！我怎么剩三个人呢？哎呀，他最大游戏人数是多少啊？无限。50人医院观光团，那肯定很壮观。你从后部也有异常啊？最好没有。少东西的，少东西了？嗯，应该没有吧？我错觉了。哎，等会儿他是不是笑了？这个人是不是笑了？看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笑了。他想起什么美食了？笑起来了。声音呢？是不是这个医院有美女护士啊？他笑了。哎，还有音效哎。笑得好惨哦！是我啦，是我啦，是我的笑声。啊！返回去。那你要去对面才对、啊。别笑着笑着，突然站起来追我们。哎呦，他不会突然冲过来，人家电梯门口对我们微笑。哦，有可能哦，很可怕 哦。他对我们这么笑，他对男的也感兴趣吗？而且我们还长得一样。走，没错。好。哎，我看到异常了，前面有三个钟呢。哦，哎，前面有三个钟。哦，确实，三个钟。我看看这些钟有没有什么细节。好，就是三个分开的钟。对 ，OK OK， 有三个钟。
OK OK， 各位 ，Go Go Go， 来了来了来了 ，Go Go Go， 下一层，啊，你们我出不去了，我卡住了，等待视角，等待视角。好，第七层找不同探险队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出发。每次出来都得撞了几次。第七层，哎，我们好像之后都是有异常的，这个应该不太会有异常的吧？这个暂时还没看出来，概率太高了吧？没有发就是什么细节。这层他没看见美女护士，他们也没笑。牌子啊，这牌子一直都在这儿的。对，牌子一直在这儿。那看起来好像没异常的这一层呢、啊，看起来。嗯，话也没错。对啊，这一层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没有。那就走这边了。对啊，这走这儿，对，应该是走这儿。要是如果发现异常，但是走这个电梯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可能会重新开始，错了。哦，这千万别，让我们掉一层就行。八哦八，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上面看这个变多了。啊哈，哦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这个是发现了。这个是那个好多灯哦，那个消防报警器吧？对，那个洒水的、那个、防火的烟雾报警器。那这层应该永远烧不起来，我觉得。对啊，有人带烟了吧？抽一根，立马就警报起来了。火灾直接变水灾。水淹七军。到目前为止好像还蛮简单。来来，哎，等一下，嗯，那个离开出口一个一个去了吗？还是我看错？哦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我在对面，我看错边。对面。我们走。他有时候这个电梯不一样啊。哎呀，电梯还都不一样，有一种镜像的感觉。话也都一样，然后植物的叶子也都一样，数量都一样。这个灭火器的摆放不会有可能出问题吧？我这个走路一卡一卡的，怎么回事？游戏就这样吧，优化不太好，一卡顿。对呀、啊。不然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漂移，那什么、啊、那个震动，头部震动。对，镜头晃动是吧？好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 okay, 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好，下一层走。啊，哦，没事没事，向上走 ，going up， 是否会正确的第十层？我们真的要玩666层吗？哎啊，第零啊，我错啊啊！有什么没发现？啊哎、哪里有异常啊？这一下错对到666哦！哇，这有异常、啊、这。哎，按橘色的是不是可以回去啊？按橘色的，哎啊，什么？按橘色什么意思啊？按橘色，哎，对的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Return 的，不可能是不是第九啊？从第664层掉下来吧？会吧？问号？哎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问号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问号不会是随机层数吗？哇，重置吗？对，对，重置啊，开始哦。哇啊，会不会重置啊？啊，不过也还好，反正都是，反正都是从。问号应该是让你看一看，我觉得还是你忘记的时候起来便看一下，然后都再回去。哦，有道理。再按多一次就可以再回去第六层，哎，第九层。哦，有按的话。但我觉得我们等一下有道理。这边是给你看的、啊、哦，就你忘记了，哦、对对对对可以回来看。哎，那如果这样设定的话，哦、那真的是，如果你玩到665层，你忘记的真的就得回到第零层来。你可以来比较一下，哇哦，原来是这个用啊！是这个圆形的，安卓是圆形的。哎，哎哎，我怎么掉电卡？哎，出来了。我怎么黑画面了？等一下，现在回来000了。啊，可恶！吓我一跳。所以我们上到100层，忘记的话可以按橘色的回去看一下，然后再回去100层。OK， 那说明这个游戏真的是，如果你665层有问题，就啪的一下回到。那挫败感也太大了。对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小朋友才回去啊。Going up， 真男人就要赌一赌，不知道对不对啊？零五五五五五，回到了零五五五啊！有一个诅咒，不要零哦，不要诅咒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门上面原来有门牌号吗？六吗？哦，没有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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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OK， 异常异常，那走 ，OK OK OK， 异常异常，我靠，全是六，上面写应该是没有，结果有吗？要去确认吧，结果是有啊，不用不用，太早了，赌一下试试吧，哈哈，是零，他那没有大，六啊果，哦，这门上果然是没有门牌号的，仔细看，这个好像没问题哎，好像少几幅画的哎。
有没有觉得画太少了？几幅啊？画一二三吗？四没有没有没有，差不多、哦、就这样没错。三是吗？哎，画是没少，但是它的排列方式。哎，我们要不对比一下吧？我有记忆，要对比一下，确实需要对比一下。要不要？好好好，对对一下，对一下，对一下，对对比一下，对比一下。先看看啊，这边这右边两侧一个大楼，这个这两幅画是不是挨得太近了？对呀、啊，一个大楼，一个河流。美学角度来讲，是吗？不太记得了，看看看看。没有，我们先对比一下，对比一下。好，不要按错，不要按错。上面的，好，没按错。对对，上面是对比。哎，对，你看画是这样，没错，真的是不是？哦，那是挨得挺近哦。仔细看一下，然后这里也没有少东西，对啊，它一样这么空旷，没错啊。还是说少这个、啊、那应该上面这个空调，空调那个中央空 调, 空调。哎，它原本有六的、欸，啊，哎，原本只有六的、欸，哎，哎，啊，蒙对了，啊，哦不哦，啊，哎没有，这还是这是外观 啊, 啊，不啊什不不，这是对比层啊，这应该是对比吧，这是对比的呀，对比层，你看问号问号，这是对比的，哎呀。还是上一关啊、欸、没有，他也说是返回上一层呢、欸。他说哦，上一层哦。如果你返回哦，电梯外的橘色按钮、啊，你可以使用顶部的按钮返回上一层啊。啊，是看上一层而已。哦，跟上一层对比哪不一样是吧？哦，对对对，是排除上一层的错误，找现有的错误。我的天，一样是按上面吗？一样吧。如果说我们回到上一层，哎呦，我蹲地了，哦，又起来了。我们回到上一层的话，应该是。好，零零六啊，那没办法对比呀、啊。对啊，那我还以为我们知道刚刚是、啊，我还以为话没错，那就直接走吧。我看到我自己眼睛，我看到上八，我看一下上八，上八，哎哎，中，中，对，哦哦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好了，马上要到了，好好好。再过一层，马上就要到诅咒之城了。诅咒之城，快要了，快要了，快要了，终于要突破十层了，马上到临界了。不可能，拜托十层要个存档点之类的。我可以这样，我们可以每玩个十层，然后下期再玩每一期玩十层，六十期。我想继续往下看，可恶。哦，对哦，我们可以玩一个存档。有异常，有异常，这肯定是异常，走！哎呦，我看那幅画，看了半，突然，砰一声，整个人吓死我，整个人从凳子上跳起来，吓死我了，都被吓到了，哦，哎，我们可以这样，我们可以这样，我们可以，快点，直接走，哎呦，怪妖怪，怪才怪，快，我怪妖怪，快，啊啊啊！哎呦！这很明显，这个哎，突破第十层太棒了！有鬼吗？现在好、啊、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十一层，哦，直接、哎、往下走吧，直接往下走。好好好，走，继续往下走。然后 OK， 啊，对，不愧是恐怖游戏啊，吓死我了！真没有，真的好恐怖、哦。十二，终于突破了。我找看看，你们先走。有异常，有异常，有异常。水喷水，喷水，喷水。你们先不要躲，你们先不要躲哎。来，走，可以了吧？去。刚才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各位，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就那个水喷水了。刚刚是有异常了哦，刚才是有异常了。对。好，十三异常，十二，十三。那不知道他这个电梯到层没提示音算不算一个异常？哎，这是六，门牌。哦 ，OK， 有错。有错。Next， 很好，可以。可别再蹦，给我蹦鬼点跳杀我。对，那好恐怖哦，吓死人了！突然的惊吓 ，jump scare。啊，月份也没问题。哦，没事。哦，吓我一跳。啊、哦，这个叶子好像少了一片。别吓我们。多一个灰尘。好，不要怕。走。Go。Next level， 十五。雷啊！我、啊、到底什么异常啊 ？Three hours later， 先出去个。哎呦，这什么异常啊？等一下，要过去看吗？这不是 bug， 这应该不是 bug 吧？应该不是吧？全黑的，快掉下来！黑屏了！哎呦！过什么了？是什么水？他干嘛 ？ALT 加游戏关，把我游戏关，把我游戏关掉。哎，把我游戏关了，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？我们怎么看的、啊？这是什么陷阱彩蛋吗？这是？哎，有，好，来了，都齐了。谁偷帅别人？谁来喽？哎，
这只是神嘞、欸！哎哎，这都不用十四神，零啊靠！等一下，哎呀，我忘记我这十二神，哎十五，哎哎哎哎，到底异常出现在哪里呢？对对对对，刚刚是有异常，刚刚那一层是刚刚是有异常的，但是异常到底在哪里？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就假装我们要十五神就好，我们就假装我们要十五神。哦，这是，但不想知道十四神到底是出现什么问题吗？我刚才忘记，我以为那十二层，对不起。没事。OK， 十五层的各位。如果真的要看的话，啊，好好，算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一定没有，一定是游戏有 bug。不管了，对，不管了。然后这次要仔细看了。十五层，终于来到十五层了，救命啊！玩超久了，突破极限，越来越极限，越来越突破，记忆越来越好了。我好像不这么觉得，现在是找不同高手，我感觉哪里都没错，他贴图真不可能换吧？要物正常。游戏里面真的感觉藏几个那种非常刁钻的那个细节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目前可能就卡在那些，到底是哪里有问题？可能吧，不会是什么物品的颜色变淡？没问题吧？我觉得没问题。等一下，你们刚才看日历上面有这段英文吗 ？We care about your health。有，都有。哪里呀、啊？哦，都有吗？哦，都有。他总不可能把这单词摘一个变掉吧？往下，往下。模型也没问题。走，来喽。我想赌。赌，走，赌。谁来按下这个罪恶的按钮？要成功的就是成功的按钮。零变成零就是罪恶的人。哦哦，正常，太棒了！吓死我了！啊，这次终于没错了。谢谢你哦。哎，话说这叫推人，能不能帮他移动呢？哦，可以。哦哦哦，推人可以帮人移动。十六层建筑也没事，看起来都很正常。二 ，May June July， 然后英文。三四四个垃圾桶也没问题。我在想，我们之前会不会不小心 miss 掉什么画框颜色啊？画框颜色不会还变吗？现在都是灰色的。对啊，都是灰色的。对，我觉得都灰色。哎，然后这个直线也没问题，电视灰尘，对，没错，这个灰尘在这边。电视歪一点。火警警报器也是红的，歪了十度吗？咖啡机 Golden Coffee。然后右边还有一个 Golden Coffee， 看起来没事，看起来没事，哎，没事。指针也确实没问题，可以走。那就往下喽。好。哦，十七，拜托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黑了？为什么？我有跳窗吗？哎，这怎么？怎么？我看那对面床。等一下，我怎么是黑的？哎，这什么呀？哎，这什么呀？幺七三，幺七三，不死，一七三 ，SCP 幺七三，等一下，我的全秒了。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盯着他，盯着他，倒退到出口，他存档点。哦，我们是不是一个人盯着他可以了？我盯着他，我盯着他，你们一七三。哦，哎呦，一七三，等会他不会一段时间黑灯吧？会眨眼，我们会眨眼。哦哦哦哦，但是还是要看着他。就一七三，出口在哪？一七三了，一七三，一七三，出口在哪？背后看不到呀，在背后的电梯。一直推到最后，推到背后走对了。哦，游戏内容还挺丰富啊。我往回走，往回走，我找不到这个路啊！帮我指，有人帮我指引一下吧。知道吗？你到底在哪儿？哦，我们在很后面，反正一直绕，一直绕，还可以追，可以追，可以追。没错，看，侧看，他那个谁一直在讲吗？哇，他不知道啊。等一下，这个时候是可以往回看的，不要可以盯着他往回看。黑的时候可以盯着他看。哦，哦，我盯他，我盯，有点难，这样讲好。哦哟，哦哟，哦，好像啊，他也是要沿着这个，我快到了，我先走了。电梯，这里我到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拜拜拜拜，等一下，能，等一下，有能帮我指引一下路吧。这里，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。来，我知道路了，我先走。然后这边贴到，他好像应该没跑穿墙，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很逊呢，他不能穿墙哎。是啦。哎，等一下，所以代表说这个是存档点的意思吗？应该吧。三个，等等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还一个。我离电梯，哦，进来了，我进来了，快，run！ 逃离66楼啊，66楼，刚才不是我们17楼吗？啊，100，哎，100楼，中国都100楼这一项目，欢呼，居然100了，
哎，不要，有异常，有异常，一百就是有异常，直接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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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走。这么门开的，但是门开这么开，他不可能进去吧？哇，好爽啊！这游戏模式我喜欢。哎，知道吗？哎，门又开了。要不要还是一百层啊？哎，还是一百层的呀。哦，循环吗？换了，换了，换了，换了。我们要走这边，我们走这边。换了。哎，哦，每一百层是不一样的场景。我们是要记新的场景了。还要记新的，我的天哪！哇塞！啊，先那所以代表说我们有一百层的存档点吗？OK OK， 对，一百层的存档点，对，刚才我们是换阳性的，对，输了，就是开了。我还以为真的要到一层一层上去，那有点太搞了，太截截先截先读先截图，对外面好像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外面我们应该只需要多记这一间，对，没错，就这边就这边，对对对，就多记那一间而已。对，外面是一样的。那我们之前电梯按了是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因为那个啊，一百层它如果有存档点的话，我们如果一百层输，它从一百层开始啊。对对对，前面的借过一下哦，我拍个照。好，请拍，请拍。你说谁啊？你是哪一位？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位。不知道谁是哪位，就直接站出来不就完了？就退到房间外面。对对对，退房外面。来来来，让专业人员，专业的事让专业人员干。对，我们要收集线索，我们要收集证据。对，照片咔嚓咔嚓拍。一个柜子开一半的，应该可以，应该会有异常吧？肯定的，藏肯定会藏的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门开？下好了，我觉得。哦，这个我拍，这个拍了。OK， 那我们走，那我们走。那往前走是吧 ？Let's go。就是相当于从一开始了，我们从一百层开始，没有零了，零已经不存在了，过去了。最好是，最好是。对对对，哦。1101，101。啊，最明显的异常是没看到。那现在要去这个房间看看了。哎，人不见了吗？他本人都不见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啊，没有，外面的本来就进里面去了。外面看那个人。等会儿，这床上原来躺着人吗？哎啊，床上没，原本没躺。没有没有，异常异常异常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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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尸体了，多尸体。哦，多尸体，居然躺成尸体了。对，多尸体，多尸体。Let's go， 回去。还行，第一层的算很明显。那个是过去的我们。嗯。真可怕。被173扭断脖子的我们。嘿嘿嘿，哎，好好好好，想象力丰富。102，耶，感觉这个简简单单呐，感觉这走廊应该不会简简单单啊。哎，到后面就不一定哦。好，没有等的躺了。嗯，现在不简单了，不太明显了。我来看外面，时间东西越来越多了。现在到时候，哎，这个本来就有那个人吗？这里啊，你看这电视上面有人呢。哎，电视开了。哦，电视开了，那肯定有异常。电视开了，哎，真的。那电视没有开，对对对，肯定有异常。那是那个吧？异常异常。是那个在一开始动画的时候，作者应该是作者吧？啊，对，作者本人。这个异常还挺麻烦的，还得去房间看。嗯，走太远了，对吧？到另外一边比较简单啊。103，下一杯就别出异常，让我们离挪得近一点。叮，出发，前去房间。你说这个一百多层了，真的回到第零层怎么办？哇哇，太坑了。那就很直接，心态蹦蹦蹦，爆炸，原地爆炸，瞬间爆炸。啊，这回电视没开了。我直接哭给你看。眼珠子就都哭出来了。这个床是对的吗？紫色的，然后其他是蓝色的。哦。来，专业人员，哦，看一下对比上，紫紫，我从这边拍紫 紫, 蓝紫紫，没错，蓝紫紫，哦，紫色的，对对，这椅子是两个吗？紫蓝，它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，啊？变高了是不是？它是，哎，好像变大一点，啊，它变高了，哎，哎，对对对，它变高了呢，它原本没那么高，等一下，是我在一直变小，哎，我们在变小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们在缩小。快快回去，快回去，快回去！我们一直在缩小。快快快快！你就是一直在变小。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我们在变小。这么大一点吗？哇！哦，变大了，变大了，真的变小，真的就变成小。哎，你看，能变多小啊？哎，看看能变多小啊？哦，已经停止了，好像消失。我跟你讲，来来来，来，我们在里面看这里，好像已经停止变小了。2 hours later，到底能变多小啊？要等一等吗？还在变吗？要不低头看看。哦，没了没了，最小是这样了。
最小是这样。OK OK OK， 好，回去回去回去。哦，我这个越来越有意思了。瞬间长大，一秒混头狼。啊，就想这么人，那个人变大了，原来是我们变小了。啊，104。啊，这回我们应该没变小了吧？哦，应该没有，这次看起来没有。啊，要一个人留在里面吗？应该不用，应该不用。如果没异常的话，蓝紫紫哈。嗯，没事。哎，这是666的吗？对的吗？他写666的。哦，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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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异常异常异常，这肯定是异常。这水这水上都是贴着水的标志。对啊，现在每一层都有标志。那么按理来讲，下一层应该不会有吧？这概率太高了。我们上一层是这样说的，没准它藏得非常阴哦。哎，我们是几层，然后开始会有一个比较好玩的那个关呢？好像就是十，刚才是玩到17、15、16那边，还是8、15、16？对，十五六七吧。那就每差不多十多层就会来到一个新的地方。嗯，差不多。所以他游戏的那个实际上的666可能不一定是真的666层，有可能是跳着来的，对，跳着来，让你脚踏实地的全走完了，就太搞了。哇，脚踏实地，你说这个异常，这回就不太明显了。不一定是在这房间里吧？外面有没有也有可能？哎，外面应该不会吧？外面画正常。没事吗？没事。门上也没有门牌号，里面看起来是没有怎样。没有哦，没有。他是不是变黑了？啊，哪里？里面靠 DK 吧，里面靠专业 DK， 外面就看看我们吧。外面我比较在意那个分头行动。暖气？灭火器是两个啊。灭火器的方向是这样的吗？我看我看，灭火器的方向好像是。那应该好像有一个管，这样没错，这样没错，这样没错。有一个管子就是一直出来的，那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对，这才没问题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药瓶也感觉不妙，药瓶也没变。哦，这光感觉有点越是没问题，感觉越奇怪。走，试试就知道了。赌一赌，凌晨欢迎回家。超越还是回家，就看这一念之间。166，耶耶！哦，这回离这边还近了。对，盒子里有变化吗？哎，等会儿，run！这上面就哎，这边门上有三个。哎 ，run！ 哪里啊？哦，过渡哪里？就里面的门框上面，里面的门框三个变状。这里上面变三个状。哦 ，run！ 快run！ 让！有不干净的东西会在跟到后面。run！ 哈哈哈哈哈！说刚才那个女鬼 ，pass。哦，话说刚才我那时候我站在里面，根本没看清那个女鬼是什么样子。我那时候正在看那幅画，你知道吗？想说啊，吓死人哦，什么毛病？哎，等一下啊，怎么了？这个怪怪，你看这边，这是异常，这是异常在外面，回去。异常，太明显了。哎，看来作者很良心，没换贴图。所以也是要注意一下外面的。没错，很好，很快啊，很快啊，咱们再玩个。哎，我听个杂讯呢。有吗？我没听到。哦，哎门哦，没事，那本来就开，就是开的。我已经，我这天可以再玩一个新的小区域杂讯。哦，我也听到一个杂讯了。对，音频杂讯算异常吗？哎，地上有那个树体是对的吗？那个沙发底下。啊？哎，在摇，在摇，哎，还活着了啊！快走！哦，尸体哦！他不会突然复活然后咬我吗？快走！啊！有人偷藏丧尸。原来是树上的声音啊！对，还以为是什么收音机呢。109，很好，109了，109喽，这次倒是没听见什么杂音。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黑呀，黑呀，黑呀！怎么吓死我？快走！哇，飞到我们进来，这站着我们，哎，让一下。我刚转身那瞬间看到他，吓了一跳。这我进门看一下，我知道有点不对劲了。卡一下，往往都意味着在加载东西。110，可以。这次我倒着进门，应该不会在我屁股后面出什么东西吧？好，没有。好，人还在。没事。哎，这个药瓶原来有吗？屋子里面哦，原来有。里面靠 DK。
里面我去看看外面。这个箱子里面有问题吗？检查一下。岳飞，等一下，有人发现异常的、怎么感觉这里很空旷啊？你看我站在这个地方，我来看一下是不是少了几把椅子啊？没有没有，对的，正确的。哦，我以为、是，我以为走到变宽了。没错，现在非常不确定了，哪里都没发现异常，饮水机也没问题，门上也没门牌号。Okay, 看起来，看起来没问题，没事。这边是这样的吗？我看看这打开的门的哪里哪里？这边我去，这也是这样的吗？等一下，饮水机是不是？啊，什么饮水机？饮水机是不是位置不对？饮水机就是在这边，在这里的吗？哎，饮水机，对，反正那边没错，就在这里。另外一个是方向问题，都在这边出来都在左侧，那个出来都在右侧。OK， 谢谢。来来来来来，就怕有问题，就怕看到零，第零层吧，回家，要么就一百。啊！果然没异常，可以可以，走喽。没事没事，饮水机没问题啊，盆栽、灭火器、药瓶应该都没问题吧？他应该不会在药瓶上换了。药瓶没问题，看到现在都没出现过问题。对，没有失误过，很不错。外面的药品跟里面……哎哎，鬼鬼有啊！我操，这么多话啊！什么鬼？不，你进去看一眼，应该是鬼。让我出去一下，让我出去一下。你们进去看看房间里面。哪有鬼？哪有鬼？好吓人！快走，快走！还好啦，还好，这鬼还挺可爱，不是那，不是那种鬼，他不会跳出来。对 ，easy， 就而且这么多鬼跳出来，那不更吓人了。我们再玩几层的话，应该就要到新的地方了吧？没错，对，我也觉得这差不多，应该快到那个小游戏关卡了。哎呦，这一次速度很快啊！先确认大厅，而且一路顺风，没有那个重置过。好，现在画面问题，我觉得这把可能会重置。哎，我们你要什么？我起我身！哎哎，我怎么死了？快走快走快走！哎。啊！轮你杀了，我怎么死了？快走快走快走！轮你会动，我看你。快走！哎，我在看你们的视角啊！轮你会动啊？怎么嘴左那轮椅上突然就变软了？嘎一下掉地了，跟橡皮泥一样。我怎么？这轮椅会吃人呢？我能复活吗？下一层应该可以吧？哦，可以复活，可以复活了！哇，还有死亡威胁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！哎，那如果带人的话怎么搞啊？直接重玩了。对啊，很假，这样很累呢。哎呀，这看来东西也不能进去那个碰了。等一下，哎，有声音，这开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！轮椅出来了，轮椅出来了，有，每一层都有一层，我吃人轮椅好恐怖哦。哦，吃人轮椅，快走快走，不会开门。我刚刚在想，我走那边轮椅的时候，有点怪怪的，没想被轮椅给吃了。没，但他真的很怪。你是什么害怕轮椅啊？因为他轮椅能杀死我们，肯定要怕。这次他会从哪出来呢？奇怪的声音，到现在倒是没听到。目前没有。这轮椅要不再碰一下？你们听到吗？没有，没听到。没有哎。啊哦，轮椅没了。原本没有轮椅这里。哦，所以说我就奇怪，怎么会？哎，他们老轮椅在这里啊？哦，轮椅在这边。他看着我。对对对，真的看着我们。哦，真的，哦，异常，哦，每个人看着椅子上这个人在看我们，盯着我们每一个人，快走快走，快快快快快，好恶哦，快哟，啊，要是跑到身后的话，上次玩到，我们上次玩到第几层？那个，等一下，让一下，现在114，很臭的层数，应该15，应该是可以到新地方了，运气差的话，应该再来两层，咱们之前都是17层进的那里。这还得看运气的吗？不知道，不确定啊。总之再多来几层就准没错。啊，可能我猜这一层就差不多结束了，我猜。最好是哦。哎，看起来都没事。外面没问题吧？最害怕没事的。对。你加他做的七张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哦。好吧，一样，7张，那就没问题了。那应该就是没有异常喽，没有异常，那就安全。外面好像也没有，对外面看起来没有。你确定吗？走吧，怎么？确定赌一下，赌一下啊！大不了回到第0层。
你冲啊，搏一搏，不要走。不要不要。Oh no! Oh no! 不会他开门的角度有问题吧 ？Oh no！ 第零层啦，第零层应该也是一百吧？哦、oh, oh, ，一路这么顺吗？怎么？ Oh.这么顺呢、啊、这也太顺利了吧，第二阶段这么顺呢、啊、哦，越来越容易了。哎嗯嗯哎嗯，没事没事，这边的插座有点多啊，应该是正常的吧。插座插座有点多，我看看哦。啊对对对，没事没事。哦很难想象，一切都太过于正常了。现在好，现在就剩在走廊这里了，不可能连续都正常的吧，连续两个正常好像很奇怪、欸、可能可能、啊、可能随机安排的吧，哎呀希望好像是正常，可能运气比较好，一直随机给我们安排连续的这个没有异常的关卡，那就是正常的、哦、那就正常哦，走喽。哎，我们是哪边出来的啊、哦、这边这边那边亮着灯的是出来的、去没有灯的，对，去没有哦，去没有亮灯的，有灯是我们出来的。 OK OK 了解， Let's go keep moving。 好好、啊，然后第零层喽，一百一十七层，见证小游戏关卡。什么时候才能去新的地方呢？哎，应该不是、哎、啊，够了，哎呦，美食七层一次，美食七层一次，这次什么游戏模式？应该、哎、停尸间？什么？停尸房？我放开我！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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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这是干嘛？哎，去吧去吧，我们得快跑吧，是不是？快跑快跑！黑的，快跑快跑！主角来了，后面，在后面。你们跑了呀？什么？老段，老段，去哪儿、啊？怎么没地方跑了呀？不是去哪儿啊？都被抓了，等一下，存活呢？我看你，我看你，人太多了。哎呀，我走不了了。哎呦，都死了，就我一个了。然后我速血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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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地方优化很差呀。哇，你们都倒地了。哎，你哎，这谁？这谁？哦，这里有出路，这里有出路的。我没死。我死在这边，放在这边。哎，前面电梯，快快快快快，走快走！我这边被堵住了。怎么有人堵在这里啊？没事没事。哎呦，快快快！快快快！黑了！我一个逃就行了，一个逃就行了。我逃了一尸体，我200层，哇，200了！我们十七层一次小游戏模式，太棒了！啊，好惊险，好惊险！我的妈，但优化要好好优化一下这里。跟我们。森林是怎么跑到那边去？他路都没找到。跑对的。下台那个画面，我怎么还没看到有人跑到终点呢、啊？就看到他在路上而已。你可能是在看我的视角吧？我一直在后面。我跑。哎、欸，哦，你在后面哦？对对对，应该是。哦。森林跑在前面，我一直跑在后面。我可以差不多先到这里吧。没错，已经差不多。等一下，三分之一了吧？两百层了。哎、欸，那这边应该有新的不同啊，要看一下。对，这边下次第两百层应该是新的不同了。OK， 两百层另外的门开了门呢。哦，换新的门，开了另外的门啊！哇，这是手术间，停尸间哦。啊，那个又坐在这边的，这个人为什么总是会从不同的地方？还有一个，哎，他不是，他会不会是第666层的最终大 boss 吗？哦，有可能。他那个还有一个笑脸哎。哦，这次应该会改贴图了吧？这还有 X 光。还有这个停尸间开的那个门，我猜会改哦。我们大概都已经知道什么地方会改了。这该不会有故事的吧？你看 X 光，他的脖子那边有一块好像生东西的，该不会其实是有一个故事说、哦、我们其实中了什么东西死掉之类的？哦，很有深度啊。我们这都是我们的幻觉啊。对，看我们全部长得一样。哦，还有他坐的顺序，刚才是在医院走廊里等待什么看病，然后就安排到住院房，然后最后到手术台。哦，有道理哦。然后只有痛到查出病了，然后安排先住院一段时间，然后安排到手术台做手术。哦，然后今天有可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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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好厉害，这个推理很棒啊！哎呀，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差不多累了，现在扎营要不要？先把在这里扎营啊！对对，我们在这里睡一觉吧。我睡一觉，下次再继续吧。我睡这张床了，床都被你们占了。哎你们三个睡一起，我去找那个大叔一起睡。不要跟我抢，不要跟我抢。停尸间很多，我也可以睡。停尸间有很多的间，你不来吗？我躺，我要躺上铺，我要睡上铺。我睡有树的地方。有树。空气清新。那我都睡外面喽。好，好了，那么大家晚安。咱们下一期再记忆吧，找不同大师们。对啊，对啊。再见，好，下次再会。Good night。晚安，晚安 ，Good night, everyone。晚安，马卡达卡。马卡吧。晚安，晚安，睡觉。